16年前，我们自以为探到了那些盗贼宝藏的下落，想要把他们据为己有。最担心的，就是他们向官府告发我们。为了保密，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，就把他们灭口了。30多个，全灭了。当年。 我们没有信守对那些盗贼的承诺，倘若他们哪天恼羞成怒，向官府揭发我们，他们自己固然无法享用那些宝藏，我们几个也将是一无所得。若要发财，我们五个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。